这次 Rich 的主题就是为爱而生。那为爱而生其实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因为神给我们的爱而活，那我们在这里相聚呢也是因为他的爱。而且就像今天早上温慈所说的，我们真的在这边可能对大家不是那么的熟悉，我们不是了解每一个人，那如果神的爱不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是不可能相聚在这里。那我们今天早上就来唱第一首诗歌，这就是爱。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。
望大家在这首歌里，当我们在唱的时候，我们真是了解神我们所舍的，把他的独生爱子差派来为我们而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在唱的时候，真的是从心里来感受神对我们的爱，让我们知道